节目开始之前，请大家把签到打在屏幕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静。那欢迎来到你拍摄我调色第三季啊。那这期节目会很不一样，除了同片头那样 LUT 可以供大家在屏幕下方详情下载之外，这次的调色活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，具体是什么呢？那麻烦现在大家把这个签到两个字打在公屏上。好的，那准备好了吗？那接下来有请我的好朋友 Chris 陈登场。Hello， 今天是 Camera Life 频道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Chris，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的你拍摄我调色的活动中来。我自己呢，其实也是静的粉丝，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他频道上所发布的内容，得知这次可以一起合作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有种被偶像翻牌的感觉。那么这次活动呢，我也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大家的作品，希望你的画面搭上我们的调色，可以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，期待我们一起共同进步。那我们现在把画面还给静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次的调色活动会由我和 Chris 一起来完成，大家可以把自己拍摄的片段发送到这个邮箱地址啊。那同样对于大家拍摄的这个素材还是有一些要求的，那么画面分辨率不小于 4K， 帧率不限，但是如果高于50帧需要做升格的朋友请在 email 中注明啊。色彩模式请大家选择平淡色彩输出，不论是 C-Log、D-Log、S-Log 或者是大疆的 D-Cinelike 等等都可以。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把片段长度控制在15-20秒以内，收集到的素材我会和 Chris 随机分配为大家来做一个调色处理。那投稿时间从大家看到这期节目开始一共2个月的时间，那最后我们会在2个月后的那期节目上一起来公布大家调色前后的这个对比画面，并且附上为你量身打造的这个 LUT 调色包的下载地址。那就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进来吧，我是静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